透过绕塔祈福的方式，希望能够缅怀上师的恩德。诺那华藏精舍为缅怀智敏慧华上师恩德，并于屏东县满族乡举办绕舍利塔法会，而诺那华藏精舍志工黄真竹居士也向大众说明此次办法会的缘由。我们师父智敏慧华金刚上师，我们是密宗诺那华藏精舍，那师父圆寂了，我们缅怀师父的恩德，所以我们今天在最近的就是屏东的满洲乡，这里有舍利塔。我们全台湾省在埔里有那个世界和平塔，在花莲也有那个吉祥塔，在这里也有满洲舍利塔。好 ，OK， 那因为这是为了缅怀我们恩师的恩德，我们大家师兄大德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次绕塔的功德，因为功德非常殊胜。佛塔更为佛陀三身的化身，分别为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而为求能够消除八十亿劫恶业，故能以绕塔的功德来消除过往种种罪孽。而绕塔的同时，必须以右旋的方式绕塔三圈，心中必须虔诚恭敬，才能感受到绕塔的无量功德。十方新闻杨玉岱、徐建义，屏东采访报道。